我真的想明白了，摆在咱们俩面前的路只有一条。孙明他们没在家，而且他的手机关机了。赵海清，我这回来是要带你走。赵海清拿枪威胁孙明上车，我们必须要赶到北卡，把他们截住。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. Chinese police cannot perform investigative tasks. 现在你跟着我，这是唯一的活。唐红说了啊，你要敢回去，第一个弄。 阿里，阿里。